good. 啊？我没有 very good. Very good. Very good.嗯，检查其他检查结果，包括他的短程记忆、他的方向感都是正常的。哦，这次检查是完全正常，所以包括他抽血结果都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所以我想他以他的年纪84岁了，可以算是正常老人情形。那小便失禁可能是妇产科的问题，再去妇产科那边去看一下哦，好不好？啊，妇产科。对，他叫小便失禁的话，你可能要处理的话就去看妇产科。哦，那个没有失禁，现在没有了。对对，我们是去看泌尿科。嗯。泌尿科没有了，现在好。你看杨生有什么？啊，没有。他很破坏环境的。好、哦。看起来就是说整个评估起来是正常的，好、哦，好不好？然后其他部分的话，我们看心理师他有没有什么建议会给一些建议。就是奶奶平常有参加一些要参加一些活动，刚刚那个社工师已经提供那个讯息啊，你们可以去那些社区服务的种就是健康中心的地方参加，嗯，可能会有跟奶奶一样一些老人家可以做做活动这样子，可能对奶奶比较好啦，因为参加老人大学可能有时候教材太困难了，有时候他可能跟不上老师讲话太快，但是如果你去健康中心那边的老师讲话速度会比较慢。啊，比较适合老人家一起来参加，那你就可以考虑去那个地方。是的，那个也不考试，不是？对呀，没有考试嘛，就去玩的啊，我们是去玩的。对呀，听那个护士讲话而已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关于做人做事啊，有一点那个宗教的宣传作用的，宗教，上帝啊，又依靠上帝啊这种。好，所以今天没有拿药，哦，那只要检查起来是正常的，哦，那检查中如果多担心，有问题再回来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